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0年3月23号，星期一，欢迎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主要题为新闻早报，参与公众号互动话题讨论，您将有机会获得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的录制门票等奖品，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11到4度之间，长春晴，最高温9度，最低温-2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祝贺英雄凯旋，欢迎亲人回家。在圆满完成支援湖北任务后，昨天我省首批149名白衣天使抗英雄凯旋归来。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专程到长白山机场迎接，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主持迎接仪式。仲春时节的长白山机场红旗猎猎，处处洋溢着隆重热烈的气氛。来自社会各界的欢迎群众早早就等候在停机坪旁，天使与天职同辉，白衣共白雪一色，热烈欢迎吉林支援湖北医疗队英雄凯旋等条幅，格外醒目。下午2时，随着空中由远而近的轰鸣声，载有医疗队员的飞机平稳降落，缓缓滑向停机坪。机场以最高礼仪过水门迎接医疗队员回家，为英雄们接风洗尘。伴随着激昂雄壮的歌曲歌唱祖国，医疗队员稳步走下舷梯，接受热烈的欢迎掌声。虽然经历数十个日日夜夜鏖战，可队员们个个精神饱满，手中挥舞的国旗分外鲜艳。等待已久的工作人员为他们送上鲜花，送上家乡人民对他们最诚挚的祝福。踏着白雪奔赴战场，捧着鲜花安全归来，医疗队队长张小慧用洪亮的声音报告，在湖北工作期间，全体队员奋发拼搏，团结协作，做到了精心救治，热心服务，实现了救治患者零死亡，全体队员零感染目标，已圆满完成任务，没有辜负吉林人民厚望。话音刚落，现场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巴音朝鲁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2700万人民，向援鄂英雄和家人表示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他说，一个多月前，吉林1209名白衣战士听从习近平总书记的号令，分13个批次奔赴武汉主战场，与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一道，共同保卫湖北、保卫武汉，创造了感天动地、震撼世界的赫赫战功，为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吉林人民赢得了荣誉，为医务工作者赢得了荣光。一个多月来，省委省政府和家乡人民一直牵挂着大家，令我们最敬佩的是，大家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慷慨赴险；令我们最鼓舞的是，大家顽强拼搏，捷报频传；令我们最期待的是，大家能够胜利凯旋，早日回家。今天，我们在圣洁的大美长白举行仪式，迎接首批145名医护人员、4名前线记者，感到十分高兴，无比欣慰和自豪。巴音朝鲁饱含深情地说，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你们的战功将被历史铭记，你们在疫情最严重、任务最艰巨的前线集结，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一个又一个患者在你们的精湛医术和精心呵护下恢复健康，最大限度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实现了医务人员零感染，为武汉保卫战做出了吉林贡献。你们的战斗英姿将永远定格在共和国的记忆之中，家乡人民为你们喝彩，你们的事迹让人民动容，你们在党和国家、在武汉人民最需要的时候，舍小家为大家，舍小爱为大爱，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进行了一场可歌可泣的生命大救援，用大爱撑起生命的托付，用行动兑现铮铮的誓言，用青春热血点燃了希望的光芒，你们是最美逆行者，吉林人民为拥有你们这样优秀儿女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你们的精神将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奋勇前进，在你们鏖战武汉的日子里，
吉林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你们为榜样，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克时艰，也打了一个漂亮仗，实现了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密切接触者三清零，复工复产全面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你们的先进事迹必将继续激励全省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你们的健康安全是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最大期许、最大牵挂，各级党委政府一定关心爱护我们的白衣战士和抗疫英雄，努力创造更好的条件，让大家洗尽征尘，安心休养，补足能量，休整好以后，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再立新功。巴音朝鲁最后说，经过这场特殊战斗，我们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伟大祖国的强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人民凝聚起来所形成的磅礴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戮力同心，拼搏进取，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我们要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勇毅前行，继续进发，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欢迎仪式结束后，医疗队员们统一乘坐50辆红旗轿车，由警车骑警开到护航，前往集中休整点。巴音朝鲁景俊海向队员们挥手致意，目送车队渐渐远去。胡家福、安丽佳、王志厚参加活动。昨天上午，145名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反击队员在武汉乘坐南航包机直飞吉林省长白山机场。离行前，武汉市民向这些最美白衣天使表达最崇高的敬意，祝福他们平安凯旋。现在是22号早晨的7:30，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吉林省首批返回吉林医疗队的驻地。那从我身旁你可以看到，这145名医护人员现在已经是列好了队形。那么刚刚我们看到这里呢，是有这样的一幅字画，这幅字画呢应该是吉林送福音，武汉静丹心，这个应该是赠予吉林的，这个看到哈。赠予吉林驰援武汉医疗队，吉林的医护人员从那么的老远驰援咱们武汉，所以我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我就在家里想，我就想用我的本身的专业书画来送给他们，表示我们的一点心意。这段时间真的是把这些医护人员当成武汉的家人来看待，也很不舍，感谢他们逆行，希望他们再次以后再来武汉做客。非常感谢他们的千里驰援啊，应该说确实是最美的逆行者，感谢他们为湖北拼过命，我们会把他们当作亲人朋友，我相信我们的友谊长期。这个防护服的正面呢是我们的长白山，那背面呢就是我们的黄鹤楼。那他们的想法呢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件礼物，表达我们两省通过这样一件防护服把大家的心牵到了一起。我们在这里战斗过，武汉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意义的一座城市，我们的这些武汉的人民结下的情谊都让我们难以割舍，胜利就在前方了，我们怀揣这种胜利的心情吧，希望武汉越来越好，希望咱们国家越来越好。患者出院以后回到了自己的家里，给我们拍摄了夜间樱花开放的画面，把照片传给我们，表达他们的感谢，这是对我们最好的奖励。今天是我省首批执行重症救治任务的医疗队，顺利地完成了支援武汉的任务，今天将凯旋回家。我们其他的医疗队还仍然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重症救治、重症转运还有流调排查，他们在为武汉保卫战的最后胜利还要再坚持奋斗一段时间。咱们再见。湖北吉林一家亲，我们在长白山等你。辛苦了，谢谢。在机场的热心的武汉商家也为我们医疗队员们准备了贴心的小礼物。谢谢。来，咱们有什么话想对这些医疗人员说？真的很谢谢你们，因为我爸爸妈妈也生病了，就是因为你们他们才能够健康的恢复，谢谢你们。一个不少，平安
回家。各位白衣英雄们，稍后起飞以后，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大家最爱吃的家乡的东北大饺子，有荤馅的和素馅的，荤馅的是猪肉白菜，素馅的是香菇白菜。我觉得我人生中最珍贵的回忆就是这次来武汉支援，同时最珍贵的纪念也就是那张登机牌，因为它见证了我们所有的付出，把这张登机牌给它塑封起来，保存好，保存我一辈子。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啊，上好这两个了。现在我们的飞机已经经过了水门，虽然舷窗外的这个景色变得模糊了，但是此刻心里是非常激动的。昨天搭载着我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首批返程医疗队员的飞机缓缓地驶过民航最高礼仪过水门仪式，划至停机位，翘首以盼的人们热情欢呼，一起向白衣天使们挥手致敬。在机场，整装待命的50台红旗轿车一字排开，与吉林人民一起迎接英雄们胜利归来。伴随着歌唱祖国的歌曲和现场社会各界群众的欢呼声，我们看到吉林省援助湖北医疗队的首批返程队员已经走下舷梯，踏上了家乡的土地。在这里，家乡人民正在以最高的礼遇欢迎英雄回家。我们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们只是尽了我们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然后得到这么高的礼遇。我们觉得我们未来责任更重大，我们要未来在我们未来的工作岗上要更加的努力，才对得起今天从武汉到吉林所有人民给我们这样的厚爱。心情特别激动，我凯旋回来了，我可以跟我们医院的领导，可以和他们的家人自豪地说，我把他们一个不少的全都带回来了。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代表咱们吉林家乡吉林人去支援武汉，我感到非常荣幸，而且更加荣幸的是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因为咱现在地面温度这么低，家乡人民等了我们这么长时间，真正是非常感动。然后这份感动也会激励着我在以后的工作当中更加积极努力报答家乡人民。没有豪言壮语，只有质朴的深情。短暂的欢迎仪式后，医疗队员们登上50辆红旗轿车，在引导车和骑警的护卫下驶向他们休整的酒店。一路上欢送车队所到之处，到处可以看到感恩祝福的标语，当地群众自发前来欢迎英雄回家。吉林加油，谢谢你们的声音在人群中此起彼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白山的2道白河大街，那么这里呢也将是今天车队所经过的必经之路。那么今天在道路的两旁呢，有特别多的市民来到了现场，而且他们是自发组织来的，他们这些人手捧着鲜花，手拿着国旗，来夹道欢迎着我们英雄的凯旋。非常激动，欢迎他们回家，身为中国人非常的骄傲。这段时间我们所有人都在家待着，这些医护人员都愿意做最美的逆行者。我们都是自愿过来的，我们还来了好多的朋友，都像自己家的姑娘，孩子都不太大，姑娘儿子一样，所以说我们感觉到很心疼他们。然后在我们的飞机上，我们的这个南航也非常的贴心，准备了饺子，因为上车饺子下车面，知道东北有这样的一个习俗，所以说呢准备了这样的一个饺子。然后呢大家吃上饺子的时候，队员跟我们说找到家的感觉了，知道要回家了。特别看到这一路走过来之后，很多的群众啊，在街旁这么冷的天，等着这些英雄们、这些勇士们、白衣天使们回家。
真的看得我心里就是热情澎湃的，特别特别感动。我们一直在不停地跟他们回应，真的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听到特别熟悉的东北话，家乡的声音，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真是太激动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新闻工作者，我能够有幸在战场上以笔为枪和白衣天使们并肩而战，那么践行了媒体人的初心和使命。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也将继续奋战在新闻采编的一线，讲好吉林故事。有一种奔赴叫向险而行，有一种离别叫依依不舍。昨天，首批反吉医疗队队员从武汉返回，在他们离开武汉前的最后一个清晨，他们也把对武汉和武汉人民想说的话通过镜头说给大家听。人终有一别，但是我相信我们下次的相约一定是美好的。祝福武汉越来越好，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我们虽然离开，但是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我们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相信风雨过后必有彩虹，希望如期而至的不只是春天，还有疫情过后健康的你，坚强的武汉人民，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爱你们。绿色的身影，白色的戎装，是你无上的荣光。国家的需要，人民的安康，是你捍卫的战场。我想对美丽的武汉说，我爱你的繁花锦簇，爱你的绿树成荫。明年的今天，我们还会再来武汉，与你共赏荣光。我们即将启程返回家乡，欢迎英雄的武汉人民来我们吉林做客。哪里有难，哪里是方向，点亮希望烛光，众志成城，冲上战场，铁肩担当，把开国走向，期待勇士们平安归航。当他们摘下口罩露出面容的时候，相信大家和我一样眼泪不住地流下来。英雄归来，感激和割舍不下他们的还有武汉的当地群众。昨天在送别现场，一名武汉的女孩泣不成声地一直向医疗队员道感谢。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了这感人的瞬间。你是武汉人吗？为什么哭啊？谢谢我来自由。你家人有被传染？一些亲戚，有三个亲戚都会被传染了，然后现在都被各个地方的人治好了。已经都出院了。已经出院了是吗？对，所以就是我路过这里，本来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就看见“元乐”两个字了，然后我就知道死了，我就想跟他们说声谢谢。希望他们都能平安的回家，我想跟他们说，我们都很谢谢他们，真的很谢谢。也欢迎你到吉林来，现在家人都好了，你也不要哭了。我想跟他们说，武汉永远是他们第二个家。一定要平安的回家，知道吗？爸爸，再见。别时还是飞雪，归来已是春风。我们用最高礼仪为首批归来的吉林援湖北白衣战士们接风洗尘。在三月的春光里，他们兑现承诺，平安凯旋。滚滚长江见证了他们与死神赛跑、与病毒抗争的昂扬斗志。盛开的樱花诉说着他们争分夺秒救治病人、给患者以生的希望。每一次倾力救治都传递着力量，每一份平凡付出都值得感谢。武汉市民的声声祝福是对逆行勇士的深情告白，
也道出了吉林、湖北一家亲的深厚情谊。疫情不除，冬未尽，白衣归来始为春。目前，我省仍有1000多名白衣战士坚守在武汉战役一线，践行着疫情不除，我们不退的庄重誓言。我们共同期待疫情早退，祝福所有英雄去时无畏，归来无恙。昨天下午，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的队员们抵达吉林之后，来到了长白山王朝胜利酒店，他们将在那里集中休整14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我省首批反击医疗队的驻地，我手下方有着3样东西，第一样是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发下来的慰问信，中间的是支援湖北反击医疗队医学观察休整的扶手册，最后的是酒店寄来的欢迎信。顺着手边看一下床上，床上一共摆上3样东西，首先是一束花，中间呢应该是明信片，写着致敬英雄，最后这个啊是一个长白山天池的吉祥物。在床边上的台子上一共放着口罩、棉片、温度计，还有手摄液啊，这还有一张体温信息记录表。队员们正在来餐厅准备吃晚饭了，这是来到回到家乡之后的第一顿晚饭。回家吃饭高兴吗？高兴，最高兴的事儿。你回到家现在心情怎么样？特别激动，飞机到吉林省的时候，说飞机到吉林省了，这心情就特别的激动，回家了。啊，在这儿将进行14天短暂休整，你将这期间做些什么呢？我这期间我会学习，然后监测自己的体温，完了休整。休整之后，完了之后再奔赴一线，奔赴岗位。今年29岁的刘俊彤是通化市中心医院神经内医科护士，作为首批反击医疗队的队员，落地后他一直被家乡人民的热情感动着。而对于他来说，昨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他的29岁生日。昨天晚上8点多，正在房间休息的刘俊彤的房门被敲响了。当一个精美的生日蛋糕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再次感动了。谢谢部长，我太开心了。你觉得蛋糕怎么样？特别好看。据了解，省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在整理队员的信息时，得知刘俊彤过生日，便立即购买了蛋糕，并和反击医疗队的队员们一同给刘俊彤送去了最真挚的祝福。来，我给你端的，你许个愿吧，来，2020把自己嫁出去哦。这心愿能硬啊！这是这么大的一个惊喜，这愿望一定能实现。谢谢。那么休整期间，医疗队员们的生活有哪些安排？让我们跟随记者去了解一下。在酒店大厅门口映入眼帘的就是致敬一线英雄的标语和海报，电梯按钮、酒店长廊、房门把手全都经过严格消毒。我们现在呢来到了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反击集中休整的房间，那进入房间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床上已经用花瓣摆上了回家的字样，在这个床上呢，我们还看到了有一张精心准备的欢迎卡片。其实我们发现惊喜呢远远不止这些，就比如说这个床上我们还发现了2种软硬度不同的枕头，一种呢是这种比较软的棉质的枕头，另一种呢是稍微比较硬一点的枕头，希望呢能给他们一个更好的睡眠。在酒店的餐饮区，32张餐桌整齐摆放，可以实现吉林省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们分批分流就餐。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来说，上车饺子下车面，我们酒店也为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准备了面条，多种样式、多种口味的特色营养餐，保证每天供应的菜品不重样。为了做好医疗队员休整期间的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呀，省里呢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制定了非常细致、非常有温度的工作方案。体现了呢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最高规格、最高礼遇、最高标准、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服务、
啊这样的一个要求，小到牙刷呀、拖鞋呀，细到呢枕头啊、毛巾，我们都做了精心的安排。目的啊，就是要让英雄们呢感受到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关爱，感受到家乡人民的呢深情厚谊，感受到全社会对英雄的崇敬之情。疫情之下，众志成城，携手走过春暖花开。这场不见硝烟的战役触动你我，刻骨铭心。请拿起您手中的笔，写下这个春天的独有诗篇，讲述不一样的春日情愫。疫情之下，众志成城，携手走过春暖花开。进入今天的写给春天专栏，长春市十一高中新华学校的美术老师韦雨欣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最近一段时间，按照学校停课不停学的教学计划，他每周都认真地给学生们上网课，而他自己的一个小举动就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关注。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一下。每天绘画之前，我会选择一首舒缓的自己喜欢的轻音乐，播放，这样可以让我更放松身心去投入绘画。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老师的美术课堂。昨天呀，我们的武汉传来了捷报，新增的患者已经清零，让我们看到了春天的胜利。那在这胜利的前夕呢，我们忘不了一些英雄。老师今天呢就请来了一些英雄，我们来看一下。看，这是一个正在着装的医生。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的新区管委会和我们的单位就成立了疫情防控小组，以最大的保障来保障着我们师生的安全，使我很感动。这就让我产生了一种思考，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又能为社会做点什么？老师还画了一个这样的医护英雄，这个是老师最最崇拜的一位医护人员，他的名字叫做宋恩峰。我在寻找素材的时候，看到了一篇广州日报的报道，上面有着宋恩峰医生这样的一张照片，当时我觉得非常的有感染力。从构图方面，它是很完整的，即便是我们的宋教授全副武装，但是他洋溢的笑容、胜利的希望还是可以传递给我，所以我画了这一幅画。你看到了他竖起的大拇指吗？老师给这幅画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永不言败”，代表着我们中国人民的强大。那为什么老师却偏偏的敬仰他，要来画他呢？正是因为我们的宋恩峰教授他独特的身份，他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中医科的一名医生。宋医生他年近六旬，但是在疫情期间，他三家医院来回奔波，我觉得对患者非常的负责，所以他这种悬壶济世、医者仁心的精神，值得我们传颂，也值得我学习。
欢迎回来，新闻早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首先来关注全国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南方大部地区仍然有较强降雨，贵州、江南、华南北部等地先后有中到大雨，并伴有雷电，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三月下旬，南方还将有两次降雨过程。对于北方来说，气温震荡的节奏很快，但总体趋势仍然向暖。24号到25号，东北、华北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的一些地方，气温还将再次刷新今年以来新高。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都有望今年首次达到15摄氏度，呼和浩特、沈阳将有望今年首次攀升到20摄氏度。此外，在北方未来几天昼夜温差仍然较大，不少地方可达15摄氏度以上，甚至超过20摄氏度。再来关注省内天气情况，吉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省内各主要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11到4度之间，最低温在-10到-2度之间，请注意增减衣物，谨防感冒。科学防控，坚定信心，就是抗击疫情最好的疫苗。继续来关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的相关消息。3月21号0至24时，全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6例，其中45例为境外输入病例，1例为广东报告的境外输入关联病例。这是目前首次出现的境外输入关联病例。截至到3月21号24时，全国现有确诊病例5549例，重症病例为1845例。国家卫健委表示，要继续发挥高水平专家作用，提高患者的治愈率。3月21号0至24时，吉林省无新增确诊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连续27天零报告。截至3月21号24时，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3例，累计治愈出院92例，病亡1例。提醒广大群众，当前境外疫情形势严峻，请一定不要放松警惕，提高防范意识，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目前境外疫情快速上升，我国输入病例明显增多，那如何加强防范？中国疾控中心专家介绍，已筑起了3道防线，严防境外疫情的输入。第一道防线呢，就是我们的入口关，像这个入境的时候在海关，那么这里面呢有这个体温筛查、这症状筛查，有过去40天的这个旅行史的这个问卷，那么这一道程序呢，大概能够筛查出约1/3的这个输入病例。那么第二道防线呢，在全国范围内还在实施，就是有境外入境的这个回国人员或者是这个外国人，那么只要到中国国内，他有这个14天的隔离期，那么这里呢大概能够堵住约2/3的这个输入病例。那我们第三道防线呢，是医疗机构来发现的早期病人，所以有这道三道防线呢，我们有信心即使有输入病例进来，不会造成二次流行。近期国内疫情防控形势进一步稳定向好，多地新增确诊病例数清零，但是专家指出，病例零增长并不代表着零风险。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生活秩序的逐步恢复，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加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不容忽视。我们疫情的控制呢，是通过把感染的人和这个健康人通过这个隔离的方式终止了这个疫情的传播扩散。那么现在呢，虽然疫情这个得到控制，但是呢这个人群免疫力这个并没有产生，就是大量的人仍然对这个新冠肺炎易感，也就是说呢，我们还是呢要这个继续巩固我们前期的防治成果，减少聚集，这个减少这个有造成传播的这种行为。一定要充分认识，我们还是有疫情死灰复燃的风险，所以复工复产并不意味着放松了防控。复工复产的前提，它是要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的基础上，内防扩散，外防输入，仍然是主要的策略。一旦发现不良的苗头和情况，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总的一句话，不护全身还是不能牵引成功。专家提醒公众要继续强化自我约束，
防止急剧性疫情发生。对于广大的公众来说的话呢，一方面呢要逐步呢恢复到这个正常的工作生活，另外一方面呢还得要坚持呢这个防范，在密集的场所戴口罩，这个勤洗手，在居家通风，那么这些措施呢还是要坚持。当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持续蔓延，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疫情严重，文化和旅游部再次提醒中国游客需要及时的关注境外疫情的形势，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充分评估出国旅游引发的感染风险。这个新冠肺炎爆发以来，为了遏制疫情的蔓延，文化和旅游部在1月24日发布了紧急通知，旅游企业暂停经营旅游活动，这个旅游企业、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暂停团队出入境旅游和机票加酒店的旅游产品。我们团队就是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组织的团队旅游已经完全停止。虽然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已经暂停了出入境团队旅游的业务，但是仍然有个别公民以个人身份出境旅游。提醒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民不要到疫情高风险地区和国家进行旅游。昨天，民航局、外交部、国家卫健委、海关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公告，自北京时间今天0点开始，所有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始发客运航班均需从天津、石家庄、太原、呼和浩特、上海浦东、济南、青岛、南京、沈阳、大连、郑州、西安这12个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各航空公司航班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可以在民航局和航空公司的官网上来查询。乘坐上述国际航班的旅客在第一入境点实施检疫，并且办理入境手续、行李清关，检疫符合登机条件的旅客可以搭乘原航班入境，副舱所带货物在北京清关。同时我们看到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航班指定第一入境点的安排和相关措施将会根据疫情的变化情况来适时调整。昨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局副局长薛昌能表示，今年以来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人民币汇率在全球外汇市场，尤其是在新兴市场中的表现相对稳健。人民币汇率总体保持稳定，截至3月20日，境内人民币即期交易价贬值1.4%，同期美元指数上升5.2%，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13.4%。其中，自2月下旬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以来，2月21日至3月20日，境内人民币即期交易价贬值0.7%，同期新兴市场货币指数下跌10%，其中呢，3月下旬的人民币贬值幅度也明显小于同期的欧元和英镑等货币的贬值幅度，充分显示人民币汇率在全球外汇市场，尤其是在新兴市场中的表现相对稳健。1至2月份，我国银行结售汇顺差206亿美元，非银行部门涉外收支顺差187亿美元。综合考虑远期期权等其他供求因素后，外汇市场供求呈现基本平衡。截至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1,067亿美元，总体保持稳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农产品的供应。中央一系列拉动生猪生产的政策推进实施之后，各地的效果已经显现，生猪生产呈现出积极信号。农业农村部2月份最新调度显示，生猪生产出现积极信号，表现在三个方面：一、能繁母猪存栏量连续5个月增长，2月份比去年9月份增长了10%；二、仔猪量开始增加，新生仔猪在扩量。全国16万家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新生仔猪量环比增长了3.4%。三、南方养猪大省能繁母猪的存栏恢复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恢复速度在加快，对整体产能恢复非常有利。养猪大省四川引导生猪养殖从散户为主向规模化过渡，进一步加快生猪补栏扩能。眼前这座高30米的种猪别墅位于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大通镇，能够同时保证5000头猪的集中饲养。
与传统猪舍不同，种猪别墅更加独立封闭，能有效避免疫病传播。生猪生产有了保障，市场供应又怎样呢？在走访几家猪肉市场后，记者发现价格普遍稳定在30块钱上下。屠宰场恢复常态后，南充每天的屠宰量与往年同期持平，肉品批发价格较年前还有所下降。为了进一步促进稳定生猪生产，做好猪肉保供稳价，中央财政在年初下达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23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安排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7亿元。生猪调出大县的平均奖励金额由460万元提高到600万元，主要用于支持圈舍改造、粮种引进、防疫保险以及冷链物流、仓储加工等重要环节。科学防控，坚定信心，就是抗击疫情最好的疫苗。国际方面，不久前，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塞尔维亚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扩散，并且寻求中方医疗援助。为了帮助塞尔维亚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决定向塞尔维亚派遣抗疫医疗专家组。专家组于21号下午启程前往塞尔维亚，并于当晚抵达，在机场获得了最高礼遇的迎接。武契奇与医疗队成员一一碰肘，表示热烈欢迎和由衷感谢。随后，武契奇在五星红旗上献上了他深情的一吻，表达塞尔维亚对在困难时期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与帮助的深深谢意。Кина која се дали не завршила своју борбу, рекла је, помоћи ћемо својим српским, својим челичним пријатељима. Србија то не сме да заборави. Кина је наш пријатељ. Za vijeki vjekova, za ko zna koliko narednih stotina i hiljada godina, pokazali su se kao naši prijatelji kada nam je najteže. A mi ćemo znati da uzvratimo našim kineskim prijateljima ukoliko njima ikada bude teško. Da im uzvratimo ne samo našim poštovanjem, već i ljubavlju i više nego što to bilo ko može da očekuje. 在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纽约州，截至到当地时间的21号下午的6点，纽约州确诊病例达到了11675例，死亡55例，其中纽约市确诊病例7530例。纽约州成为了美国首个累计确诊病例超过10000的州。纽约州州长科莫21号表示，纽约州累计确诊病例破万，原因在于使用了超过加州等地近2倍的测试量。目前，纽约州已经测试了超过45000例疑似病例，预计纽约州40%到80%的人群将受到新冠病毒影响，且疫情将会持续数月。科莫还表示，已经初步选定地点将开放临时医院。纽约州还将向纽约市运送100万只 N95 口罩，解决当地医疗系统口罩短缺的问题。同一天，美国新泽西州宣布，从当晚9点开始，要求全州约900万居民取消非必要外出，以遏制新冠病毒传播。非必要商业设施无限期关闭，该禁令将持续到4月7号，届时将视情况延长。新泽西州也成为美国第5个发布居家令的州。此前，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和康涅狄格州都相继发布了针对本州居民的居家令。为遏制疫情在澳大利亚蔓延，澳大利亚政府连日来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在19号推出的禁止所有非澳公民和居民入境的禁令尤为引人关注。20号，莫里森就此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澳大利亚输入的新型冠状肺炎的病例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美国。Non-citizens and non-residents, and you have said, quote, our government has taken this unprecedented step because around 80% of coronavirus cases in Australia are people who caught the virus overseas before entering Australia, or people who have had direct contact with someone who's returned from overseas. Do you think perhaps in hindsight you should have done that earlier? No, we're acting on advice on those things too, Alan. I mean, these were always balanced decisions, and we were able to slow the virus as start and spread in Australia through these early periods. I mean, the country which has actually been responsible for a large number of these has actually turned out to be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end of the day. So, but that is a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travel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主持人还问到，是否在当前应该制定政策，防止中国在澳大利亚资产贬值的情况下，在澳进行大量投资，遭到莫里森反驳。莫里森回答说，我们并不认为任何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在内，会故意这样做。此前，由于澳大利亚疫情不断扩散，莫里森19号宣布禁止所有非澳公民和居民入境。The reason for this decision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ecisions we've already made on this issue, and that is we now have around 80% of the cases we have in Australia, that are either a result of someone who has contracted the virus overseas or someone who has had a direct contact, with someone who has returned from overseas.当地时间20号晚，这一全面禁令生效，代替了此前对中国、伊朗、韩国、意大利四国实施的旅行禁令。尽管美国疫情不断升级，但澳大利亚并未曾对美国单独实施旅行禁令。韩国从当地时间昨天零时起，对自欧洲入境的所有旅客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测，以尽量避免欧洲输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据韩国政府部门消息，欧洲入境人员在抵达韩国时，首先会根据有无相关症状进行分流检测。如检测结果呈阳性，入境人员将根据症状轻重被送往医院或收治轻症患者的生活治疗中心接受医疗服务。如果检测结果呈阴性，入境人员将根据停留韩国时间长短来决定是否被要求隔离14天。长期停留者将会被要求居家隔离或入住指定场所进行隔离。短期访问人员虽不要求隔离，但必须在停留期间每日向韩国卫生部门报告健康状态。近期，国际奥委会陆续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运动员代表等进行沟通，讨论新冠肺炎疫情阴影下的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1号表示，取消东京奥运会是最不公平的解决方案，因为这将摧毁运动员们的奥运梦。他指出，任何有关东京奥运会的决定都需要可靠且清晰的信息。此前，巴赫也表示正在评估各种不同的情况，但取消赛事不在考虑范围。从20号到21号，美国泳协、美国田协、法国泳协、德国田协、日本业余拳击联盟等相继表示，建议国际奥委会考虑推迟东京奥运会。再来关注天气，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同心同行，共创共赢。主领事，感谢您关注天气变化。国家4A 景区延吉孟都美民俗旅游度假村欢迎您。长春。支援湖北医疗队首批人员平安凯旋时的感人送别画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一家的告别，一心的背影闪耀，勇者的光芒，和时间赛跑，一丝深薄一泪花，是柔情和力量，听清。